哎呀，财商名师嗯，真的登上媒体了，加嗨啦！一堆人要心碎无言啦。看到新闻，现在翻至 TVBS 跟三立的新闻报道，真是糟糕。人原以为老师失联了3天，会员朋友们都只盼是不是只是出国散心呢？结果，唉，无言呐、啊。